哇哦，今天又下大暴雪了。今天的时间是，给大家看一下，4月23号。昨天晚上在这儿的时候，但是天气蛮好的，今天又下大雪了。看一下，我们车上的雪有多厚。等会儿还要把行李架上的雪给清理掉。暴雪，暴雪，暴雪啊！堵得很严重啊。4月23日晚22点发布，蛇多山道路结冰。我是建华镇党委副书记，我的进叫金元浩，听懂了吗？等会儿车我们一定要扣走，这现在是集体统计啊，上午已经制止过你们，你们不听。那下午对不起，你还没到期，你干啥不数人家的呢？那不干啥就属于村上的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地不啊，下来，快点，下来吧。不跟你说了，不管有没有理，下来找人往这里啊！大家都评评理啊！你上这边走去，你问去，你朝这边谁要钱就交钱。你得把法律条文拿上吧？我不一条，人家上边让我两千，就两千，什么条文法律？就这你鸡巴你有10来了，你咋的？上面是不是规定的？你们鸡巴啥啊？我就站你给我装一下，你妈我咋住你们呢？谁给你们下的通知啊？你说收钱呢？啊，那镇里头，我们得听镇里的。那这会儿你们单方面解除合同，而且不让耕种，您觉得这事合适吗？我们这个已经就是，也可以，也可以解除。也可以解除，你从哪咨询的？从哪咨询？我土地是我们的，我们没有权利停止嘛。但是在合同存续期间，这土地就应该是经营权在人家那儿。但是我说这合同就这么解除了，你不同意是就张老板不同意是他的事，那就没有道理啊。没道理呢，我旁的法律我也不懂。问你，我现在生产合理不合理？刚问你，刚我合理，我问他，他不懂吗？他刚才说了，我也不懂啊，你也不懂啊，我也不懂啊。镇村两级干部都表示自己不懂法，这让人有些哭笑不得。现在我们复盘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村民与村委会签订了30年的沙沼地承包合同，通过近20年的努力改造成了水浇地。在镇里的支持下，村委会强迫承包人增加费用，否则就终止合同。种植户不愿意，镇村干部就阻止村民下田春耕。已经到了谷雨节气，种植户们知道，如果再这样耗下去，今年的减产将会成为定局。我们盼望的马上让我们把地种上，事情种完地再解决。你不管这地包给谁，或者你收回，强制收回，你得拿法律这一条来，拿法院的判决来，强制收回，你也得让老百姓把地种上。我种完地，我这嘎不合理，你再给我分了。私自给我转成5000的这个转账额度了，我进了钱之后，我5000转出来，5000转出来。我上次就是这样的，我今天有时间过来办了，我说我要调20万一天的限额，他说不能调，我说他把钱给我取回来，他说没有钱，那我就想要我这钱，我怎么弄？哪有你们这样的？就10来万，你们这么大银行没有现金，这怪我吗？我说我要调限额，他说不能调，我说让我取钱，又跟我说不能取。这是谁的卡？这是我的卡，这是我的钱。我就想改限额，怎么了？我就想把我自己的钱自己转出来。我为什么没有流水？那你们的规定，你凭什么给我私自改成5000？你让我同意过吗？啊，你对，你刚才说的不是你让我改，不是你给我改，那谁给我改的？把叫出来。那谁有这个权利给我改？我没有签同意，也没有拿你拿凭什么给我改到5000？我现在就想改额度，你不给我改，我又想取现金，你说没有现金，你先说不给我了就行了，我都给你了吧钱。你好，请问你在上海租房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呢？50块钱。不，一个月啊？对，一个月50块钱啊？一个月50啊？现在人工可思议啊，50人民币啊！哎，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，能租50块钱的房子？来，叫什么名？这等于是一个半层是吧？那是条件，这里有点高吧？好。这是一个抽屉是吗？因为这就跟个柜子一样啊。
6月6月底新装一个抽屉的啊。啊，这是你的房间啊？啊，你看我被子都放在这里，就住在这里啊。还有生活用品啊，这个不是这个，这个反正就是胳膊，两个胳膊都伸展不开啊，右胳膊能伸展开，左胳膊就只能这样了啊。啊，这是一米多一点啊，一米多点，是的。上面是一个，这上面是一个房梁吗？啊，对，这个相当于房梁了吧？这是一个斜顶的一个房梁啊，斜顶的。但那你睡觉怎么睡？睡觉只能这样子睡啊。这个是美国海豹突击队的睡法啊，这个叫人家是两分钟睡眠法啊。我也学习了一下，感觉还能适应啊，还可以啊。你是真的在这里住啊？不是作秀，或者也不是为了直播什么的，的确是在这生活。开，他怎么开不了？他是有的时候他声控。他得摸一下是吗？是里面，就是那个寺庙附近的那个垃圾堆捡的这个垫子海绵垫，一个蓝色的海绵垫是吗？这个绳子我打算把它这个给它稍微绑一下，然后上面挂点东西哈。等于是做一个空中的一个储物是吧？啊，对，能挂点毛巾啊什么的。对吗？床，然后被子在上面，衣服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吃的，一些吃的一些纸巾，然后一些肥皂杂物，还有我这个小零食啊，齐全的啊。是人你所需的这个维生素，我这个每个都准备了一盒，然后我再买那个20块钱那个十。那个面饼啊，就是泡面的面饼，给它煮一下，然后搭配着这个吃啊，还是能够维持身体的这个机能的。就是自己的一些衣物是吧？嗯，短袖什么的。对对对，短袖、衣物，还有洗澡这个洗头的这个用品啊，还有我的牙膏啊，这些牙刷都放在这里。就这，我们大家再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因为这房间的特点，你真的得从远了看才能感受到它，看上去真的很像一个小的一个抽屉。好，大家可以打开了。然后其实整体其实也就1平米左右，是啊，1米7的人住在1米5的房子里。已经就是完全整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了，给大家入户的感受。插座是旁边的那个大哥啊，让我在他那里用下电，我就白天的时候稍微给手机充下电，晚上的时候反正人不在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拿掉了。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别的需求，比方说上厕所啊，你怎么办呢？洗澡。白天的话可以去河边300米外的那个公共厕所啊去上一下，然后晚上的话就用那个瓶子稍微解决一下。那洗澡呢？洗澡大瓶，一个大瓶子，我在厕所里接了一些水。毛巾啊，沾点水，在这里面就关着门擦一下身体，就这样子的。也是在房间里完成的一个擦拭。是。你说你现在在那些寺庙做义工是为什么呢？本身的话，他们那边就是可以去免费吃饭，但是我就是光吃人家的这个免费斋饭也不太好啊，然后又收拾一下东西，拖一下地，或者是摘一下菜什么之类的。相当于以工抵薪吧。那边其实我们的这个房间从这边出来还有一个蛮大的区域，虽然占不直，但这块区域你是用来干嘛的？对，放点这个平时用得到的这个杂物，里面放不下去的就稍微在这里先放一下。我的行李箱也是在这里放着的，因为里面地方实在太小了。对，就一米多一点点，就脑袋就直接被顶到这个棚子上面去了。是，你原来你多大今年？25。啊，你25。对，想着去大城市看看能不能做点就是正常的工作，攒点这个钱。对，外面好像开始下雨了，声音越来越大了。对啊，要偷懒。好，我们然后现在回到我们的一个卧室吧。这根水管它也不通啊。这个水管原先人家那个很多网友都说现在才把拧起来，有点晚了吧？对，我现在是把它当成一个放东西的架子了啊。行，然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包括这个方便面，用了优惠券，差不多1块钱一包吧啊。然后拿这个寺庙接的热水给它倒进这个袋子里，给它泡个几分钟，软了之后就用这个筷子给它吃了就。就是这种，对，这个是啥啊？这个也是我最近新搞的一个小灯啊，也是某宝1块钱买的啊。然后这个要是没电的话，就先用这个顶一下，这个用来充电。那就谢谢，那就今天先到这了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或者找到好一点的工作，安安稳稳的干几年，攒一些钱啊，让我妈妈过点好日子。
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